过后之后，运动唔惊大苦啊，虽然大苦养路来路之类哈，但是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让你维持一个很好的健美的这个身材呢？人讲吼运动吼爱来健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减肥哦，讲到啥呢？讲到这个山海关马术场哦，这是马术的训练呢哈。那给他连线这个波多大喇叭是谢焕祥谢先生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哦应该讲听众朋友啦，对对对，不要紧不要紧哈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个运动哈，甲买这个中间哈，大家拢会想讲，好像这个界面有点困难哦哈，因为惊危险嘛，还是讲惊摔落来，还是讲惊好叫塌掉啊。在还没有介绍之前哈，让我们的心可不可以稍微这个舒缓一下，然后不？好好，你讲看怎样？你跟这个马吼，要哪相处啊？马相处吼，是台湾湾的马呢，拢对大部分的马拢对德国，即嘛目前。为德国礼拜。德国礼拜台湾。礼拜是已经训练好啊。训练好啊，因为阮靠这马啊在生活吼。阮马啊一定爱选那个相当乖、真乖、真乖的马啊。所以讲骑马只讲危险，应该是还好啦，就是讲。咱开车吼，开车伫大路真危险嘛。阮即马是教练场咧学开车，阮是买啊教练场，所以唔免烦恼危险的问题啦。对，人讲爱了解了啊吼，你做的时阵开放心啦哈。对，听讲活动吼，好，来利用几分钟时间替大家来介绍好不好？好，你好，准备好未？好，谢谢，准备好啊哈，预备开始。好来，阮的马场吼，伫淡水，台北淡水遮。往金山方向，往三芝家大概伫迄个淡金公路红树林捷运站，差不多七 km 就到阮的马场，啊，只路标吼伫迄个阮边有一个沿道观音庙啦，这沿观音庙进前就到阮马场了，啊，骑马有啥物好处呢？那一般骑马吼，正常阮拄到的真侪较大个的朋友吼，骑大概三个月，一个月，三个月时间，一礼拜差不多骑三届啦。三个月以后，上无拢转了差不多七八公斤，真多啦。啊，一般呢，骑马吼，伊是属于强迫性的全身运动。现在专家研究讲，骑马呢，30分钟等于咱人的慢跑5公里，所以伊对咱的减肥啦，加阮的美姿美仪啦，加阮的平衡身心平衡加体能啦，拢有相当的效果滴啦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讲，唔捌骑过呢，恁来到阮家，阮家是属于专业的在训练骑马的所在，所以阮的安全性、甲马啊迄个服从性、甲伊的性能都是真好真好的马啊，得加强。好，好，来谢先生，另外一个让你健康马上瘦哈，来骑马当算的这个专案哈，那有兴趣的人哈，会使卡多一支电话，卡2625。1996，来，大家记住哈，2625-1996，对吧？另外我们问你哈，比方说有些肩椎有没有脊椎炎啊，什么骨刺啊、骨刺啊，哈，长期咧坐这个办公室的人哈，有骨酸痛，这种适合来骑马吗？这真适合骑马，为什么？因为阮即马吼要住台湾吼，已经有真济。骑马这个朋友啊，都较早是早年吼、有僵直性脊椎炎的问题，因为骑马吼，长期骑马来动运动，伊的治疗效果比你去医院里面呐、开刀还要好。OK， 但是要有耐心，不是骑一次两次。我懂了，我怎样？我怎样讲？就是讲，不是一下子就要飙马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马术场内底，嘿，马也是慢慢啊骑，慢慢啊骑，慢慢啊骑，对不？对，然后慢慢进步嘛，是安尼吼。好，再甲我讲一个电话来。我的电话是02-2605-1996。02-2605-1996，谢谢谢先生，多谢你。好食好耍上新的 FM98.5 波导新声，波导大喇叭啊，福气啦！今天这个波导大喇叭听起来不错哦，尤其是这个马术运动是不一样的运动，然后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。打电话叫你来散步，洗牙齿跟你来落土，为着要打你做无实在真啰嗦，脚踏车打你都袂骑，
我陪你。